这样 set 哦，太好了。我要换 filter。Hello, hi。可以 add。我第一次 live 诶，不是第一次啦，我总之就是 IG 的东西我就不太会用，我换掉 filter 先 ，OK。哦，还可以这样，怎么不能换的？哦，在这里 ，OK OK。Hello， love you too。I'm great fans of yours from India. Oh, thank you.好多好多外国人呐、啊！嗨，雪姨 ，Hello，Debra， 我今天纯粹来 test 一下 market，OK，、okay? 就 test 一下，因为我不太会用。我是台湾 ，Hello， 你好，嗨，我要换 ，OK， Oh my God。不美的，太差了。太搞笑了。OK， 么么哒。哎，你们都不说话吗？就是嗨嗨哦，嗨拜这样子吧，是不是？哎，烦恼，我来研究一下怎样。太性感了吧？是吗？我还可以更性感哦。我来看看，哎，怎么会有问号？哦、OK， 有 question 的哦。Can you take off your clothes, please? No, please join my no. Connection 太吵。我家的 internet 真的是太烦了，太讨人厌。OK， Hi Chanel， Hello， 我要研究一下，因为我真的是不会用 IG 的，比较 empty 的。Yes， she can speak English. No， I think my English is a bit weak. So， my main language is Mandarin。喜欢你的正能量，谢谢。我的 Facebook 的 page 被 delete 了，所以我很 sad。然后我就再看看要怎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咯，所以我就来研究一下 IG 这边要怎么样。看到你我硬了，硬吧，硬了过后请不要再用手打飞机，请用飞机杯打飞机。如果没有飞机杯的话没问题，我这边马上给你安排一个，请直接 WhatsApp 我下单， OK， 012-284-7120。 哈哈哈哈，这个是什么照片？哦、OK， 你们要记得去看我的 story， 今天的 story， OK， 我刚刚开了 line， OK， 所以呢我就希望你们可以多多支持我一下。Remove the dress 啦 ，take off the clothes 啦 ，Oh my god， 反差到这些人真是。为什么会 block 呢？不是被 block， 是直接被 delete 了，直接被 delete。So， 很惨 sad 啊。你知道那个是我第二个 page，OK，、okay, so， 给我觉得就是。又要重新开始，那么我希望就是可以的话，等下我 post 我的新的 page 的 link， 我就希望你们可以帮我 like 一下 share 一下这样子。我是没有什么想法我会拿回我的 page 了的，所以我就自己重新再开始这样。可是我就希望你们可以等下按进去我的 line， follow 一下我的 line 或和 follow 一下我新的 page。 我真的是太痛苦了，我觉得
做么人家做生意，我做生意，然后就会这样很多问题啦，就是非常的多多事情这样子，然后我全部东西都要自己慢慢这样子一样样解决，所以我并不是你们看到了这样顺风顺水啊，其实后面的东西真的是太多太多东西要解决，所以真的是痛苦 ，you know， very 痛苦，嗯。Please speak English. Oh, I cannot speak English. I'm so sorry. 你真美啦，谢谢。我现在真是瘦了，我现在真是很胖了。现在真是，嗯，你看，给你看一下，我几乎是减肥，算减肥成功。然后我现在天天天天都在吃鸡胸肉。Oh my god！ 你看，我就练到，我觉得还不错，还不错。屁股那些也很翘，所以真的是很开心，看到吗？我真的是很喜欢现在自己的身材。哇，有点热哦，看一下，看一下。这些风雨会让你坚强的不得了。我这个是第三次了咯，我第一次我的Facebook account 有500多千个 fans， 然后还有这样 delete 掉 ，Oh my god！ 然后现在我又 build 到有400多千个 followers 了，我那个 page 还有给我 delete 掉 ，Oh my god！ 然后现在我只剩下一个20千的 page 吧，所以我就想说，看你们哦，看你们喜不喜欢我。因为我很喜欢在 Facebook 做直播，然后可以的话你就帮我分享一下我的 page， 可能叫你的朋友啊还是怎样去 like 一下我的 page 哦，我需要曝光率的嘞。好模糊，什么意思？很模糊。我要学你一天吃一餐，真的不是开玩笑，我真的是吃到现在我好像今天我跟妈讲，哦，超好痛苦哦，可是没关系，而且我已经习惯了，我完全不会肚子饿。然后我每天就是做 squat， 每天一直做 squat， 然后做运动这样子，我觉得生活还挺开心的。妹妹，你可以分享你内衣在哪里吗 ？OK， 我拿着那个 link 了，拿了那个 link 过后，我会 update 在我的 story， 然后你们自己过去买 ，OK。有在健身吗？都有啊，你没看我屁股有点翘哦，给看一下，我的屁股真的是有点翘的。OK， 我真的是每一天都做 squat， 这样子做 squat 啊，大概100多次吧，一天就是一直在做 squat 吧，然后练那个 yoga 那些我都有做，所以哦 ，very fit。Yes， I know。Please， no， I cannot say sweat up and subscribe。Please subscribe my OnlyFans， OK？If you want to see more， 啪啪啪，什么鬼啪啪啪？哦、你要给我啪啪啪是不可能的事情来的，因为呢，你这一辈子都不可能看到我了，你知道吗？因为我时常在家的。这样说，得健身吗？会不会又胖起来？我要瘦 ，OK， 我瘦啊，可是我不会。就是要那种软软的瘦，干干的瘦。我的瘦是非常的 fit 的，就是有线条啊那些的，所以我真的是吃鸡胸肉啊，然后我吃花椰菜啊，那时候那种咖喱盖那些人把我全部戒到完。我的妹妹也讲，哇，你真的是很厉害，讲改变哦，真的就是马上改变。我真的是那天讲要改，我要自律起来，我真的是马上自律起来，没有一天是 miss 的，没有一天。除了礼拜天，因为礼拜天我要休息，我要 emo， 我要很 emo 去想很多很多东西，所以我只有礼拜天我不做运动，我也是一天吃一餐，可是我没有吃鸡胸肉，我就吃其他的东西。么么哒，嗯嗯嗯。你跟秋文的前男友谈恋爱吗 ？OK， 上
经是我的朋友来的 ，OK， 他不是我的男朋友，我现在是单身 ，OK， 单身，我也开给全部的人都可以追我的，我已经讲到明了，我的条件就是没有条件，我的要求就是没有要求，可是你们讲你们。都没有人追我，搞笑吗？我还收到一些 message 跟我讲，我们不敢追你啦，要不然你是摆在神台拜的女神，妈耶啊！什么摆在神台上拜的女神？然后就不用有男朋友啊 ？Oh my god， 我需要男朋友。为什么你那么性感？有收藏什么秘诀吗？我性感可能是我胸部。大是吗？因为我就是有点撩的嘛，不撩我又怎么样去耍着你们的心呢？嗯，要很会做爱吗？啊，要，一定要非常厉害做爱，而且我不要那种慢慢的，我要那种非常有力的。OK， 你的那个本身呢 ，stamina 要非常的强 ，OK， 然后啊，要有点暴力倾向的，就是可能可以扯一下我的头发啊，或者是拍打我啊，打我，咬一下我背后，我是比较重口味的 ，OK， 比较重口味。妹妹 IG 有吗？哦，妹妹 IG 有啊，可是她的人很低调，所以就不太什么。一个神是不需要朋友的，屌你！我是人类呀、啊，我也是要做爱要拍拖的嘛。问题是真的是没有人追我，我不明白哦，我做错什么？怎么没人追？三只香，屌你呀、啊！哎，不过现在我是挺开心的啦，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虽然没有人追，可是呢，我有多了很多很多朋友，所以我觉得哎开心。I love your boobs. Everyone is love it too. So don't worry, you are not alone. OK. 太强了，怕追。讲什么？我很堵然的，我每次听到人家讲我很强啦，我哪里强？我到底讲了什么东西让你们觉得我强？我真的是不明白哦。你做什么？不要假，我假什么脸？真的没人追，可是有暧昧呀、啊，有那些玩的、啊、那种 OK 啦。你讲认真谈恋爱，找老实讲，我不敢啦、啊，因为。我怕姐姐怕你知道吗，之前被 hurt 到太痛了，现在就no way， 做爱太强男人怕。什么鬼做爱太强，我觉得还好，我真的觉得我去年太浪费了，所以就浪费我功夫，因为我去年的前一年，就是前年啊，哇，我跟你讲，那个时候的我真是 very strong 的，现在要慢慢调教回来，真的，去年浪费了一整年，嘴巴很强，确实很强，不单止上面的嘴巴，下面的嘴巴也很强啊。Your Mandarin language is good. Yes, that's why I cannot speak English because my English is a bit weak lah, weak. Okay, 加油，你最棒。Thank you.我看一下你们有什么 question， OK？ 你的鲍鱼太松，怎样可以？你看这种手害酸民就来了。我跟你讲， OK， 我迟点才来跟你讲这个东西。为什么我会这么有自信？为什么每一个、啊、给我做过爱的人都讲，这么你的妹妹正经的， OK？ 下次我才跟你讲，因为我现在不方便曝光先。你喜欢吃懒觉吗？哎呦，顾虑哦！你看那些，真的是那种问题，吃了吗？我一天吃一餐，早就吃了。请问你有玩 Clubhouse？ 明天我去见我另外一个朋友的话，会帮我开一下，因为我对这种东西比较智障，所以我就不太会。要存钱成为 VIP，yes 了，加油哦！爱你，我在那边等你 ，pink color 的。
嗨，你好，嗨，哎哎哎，你的头啊，最突然人家叫哎了，八告死你。Can you speak Malay? I boleh sikit sikit sahaja. And what? 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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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hi. Are you virgin? Yes. Look at me. Obviously, I'm a virgin, right? 屌。有想过开 YouTube channel， 像香港的一个 channel 吹情 blow show？ 没有啊，我不喜欢，因为我觉得 YouTube 太慢太麻烦了，我就不喜欢，所以我就不要。你的 Facebook 为什么开不了？我的 Facebook 是直接被 delete 了的啦，所以是救不回来。OK， Hi， Hello， How do you keep fit？ Every day I spend 30 minutes until 1 hour to exercise every day. I never miss it. Okay， but.You're so cute. 我是香港的帅哥，很明显你不是很帅而已，不是我的菜呀。Do you have boyfriend? No, I'm single. 喜欢长的还是粗的 ？Alex， 以我的条件，我肯定是要找又长又粗的嘛。没有的话，找来做什么？对吗？我自己都有橡胶棒棒，我自己都有整动棒棒。极好用，你知道吗？再加上我看那些 gangbang 啊什么，你知道几开心吗？我整个都人的人生，所以啊，找不到长的，找不到粗，怎么要来做什么？我 rather single 咯，是不是 ？You like chubby guys？ 嗯 ，OK 啊 ，so so。你的 OnlyFans 真的不错，嗯，谢谢，谢谢你。你们要我的 OnlyFans 的 link， 你们可以直接 DM 我，然后我会发那个 link 给你。欢迎 subscribe 我的 OnlyFans， 你可以看到更多不一样的我。OK， 尤其这是什么粉红色啊、小小啊，什么东西来的 ？I don't know， 你要 subscribe 人才会知道。你妹妹像你吗？Oh my god， 妹妹，很多人要问你的 IG， 我的妹妹真的很漂亮，可是她真的是一个很低调，而且很不得空的人来的。OK， 我已经很久没有见过她了。这几天都在看，你要继续看哦。看了过后嘞，要记得 renew 哦。嗯，新加坡人吗？新加坡人不是，我是你的人啊，宝贝。打飞机看你要看你最棒了。如果你用手打飞机，你看我就觉得你非常的没有礼貌。如果啊，你是怎样讲啊？你是用着我的飞机杯看着我的 OnlyFans 的话，我就会觉得嗯 ，so sweet， 你就是全世界最伟大的男人了 ，OK？ 你以前到现在都是很厉害讲话的、啊。我在 IG 有点尴尬，可是我会 try 一直不停的直播，然后跟你们互动一下比较好吼。可以知道你妹妹 IG 吗？不可以哦， I'm so sorry， 她没有要红的意思。你妹妹长得哎可以了，哎可以不要再问我妹妹的东西了吗？我自己也是很漂亮的嘛，做什么全部要问妹妹的，独懒的要死。可以祝福我 SPM 顺利吗？ OK， 我祝所有 SPM 要考 SPM 的学生，祝你们顺顺利利，可以考到你们自己心目中的那个分数，然后就再选一个自己喜欢的国家或者是学院去学习 ，OK。怎么你的 Telegram 没有你的 video 呢？啊？什么意思啊？你是我的偶像女神，加油！加油，大家一起加油！你多久和朋友一起去一家夜总会玩了？我没有去夜总会的啦，我老一看就知道我这种宅女，看，一看就知道我这种宅女啊。就是在家罢了，收这种 you know 模型 ，OK， 然后在那边修一下蜡烛，很浪漫的蜡烛，然后做一下运动 ，OK， 做一下运动这样，还有就是等等啊，转，
这一片很大片的镜子，我超级无敌喜欢。还有就是，哎，我要关掉这个衣橱，真的是太乱了。嗯，嗯，哈哈哈哈。然后，哎，我的厕所。然后，每天在家的，而且我在家就是我都是。怎样讲，我都是没有在楼就是楼下，我都是在我自己的房间嘛，然后你看到嘛，非常的乱，很乱的，买一大堆衣服啊没有穿的。然后最近我买了一个钢琴，然后我还没有学啊，这个是我今年的目标，这个是我的钢琴，我完全不会，可是我不要逼自己学了，我就花蛮贵的钱价钱去学这个钢琴。 OK butOK， 我是希望我今年可以学到一点点啦，至少可以弹一下给你们听嘛。然后也没有什么东西做，就是房间很大的浴缸哦，给你看到了。女神你，那么你的隔壁邻居知道你是网红吗？哇，我跟你讲，他真的是神经病啊。他每天啊，就是好像要拿望远镜啊来望过来我的家，然后啊，一天到晚在外面挑那种小毛病啊，打电话给 management 一直 complain 我，一天到晚都 complain 我 ，what the fuck！ 我真的觉得这个女人真的是很有病哎，真的很有病。然后一不爽啊，又拿那种什么垃圾啊丢下的邻居的家，这是神经有事啊，条友。我真的看到他都很烦，所以我自己本身也不太会跟人家交流，然后他就老是找我麻烦，讲我 post 到他的家里的一个角落啊，诶，我在外面拍照，诶，肯定会拍到一点，我又没有拍到你的人，我又没有拍到你的门牌号码。哇，他竟然哦讲我穿到 sexy 啦，要如果要在外面拍照啊，就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衣着。我想问一下你谁哦，你是谁哦，你管我这么多 ，Oh my god！ 然后就讲会造成他的孩子啦，小孩子学什么学到不好的东西，什么叫不好的东西哟、哦？你的孩子的教育难道是我来教？是你来教的，小姐，你知道吗 ？Oh my god！ 然后就讲我们这种啊，败坏风气啊，然后要我马上 delete 掉那种照片，我讲那、啊、我这个人啊，怎么可能？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我真的是很讨厌。我真的很讨厌人管我这么多，我们这种是新兴生意，而不是那一种门市生意。你们每个人像你这样做门市都可以赚钱啊，你搞笑，我真的是看到他就赌惨烂。华人嘛是啦，好像以为自己全世界就只是他自己啊，很高尚，然后赚了很多钱这样。我也是很多钱的、啊、你知道吗，真的是赌烂啊，我直接可以用 cash 来买掉他的家啦。我真是很生气，每个人都是互相尊重的嘛。你那里可以哦，就没judge我的事业啊，然后讲我的一直 complain 我，一直找我麻烦，我真的觉得会垃圾，真的是啊。自信的女人真是爽嘞，富哟！你可以多做 IG live 嘛。我在 IG 我不能卖飞机杯，所以我就希望你们等下可以去看我另外一个 story， 可以 follow 一下我的 line， 然后可以 follow， 因为 line 我今天才刚刚 create 罢了，我就希望你们可以帮我去follow 一下，然后你们在那边如果我有空，我也是会回复你们 message， 也是可以在那边 inbox 我找我聊一聊。还有就是 IG 你们是肯定不需要问我 Hi what are you doing， 因为IG 的话是太多 message 了，所以我是看不到。 LINE 的话暂时性还是看得到，所以你们可以过去那边 follow 我一下。还有就是Facebook， 我的 Facebook page 呢就被 delete 了，所以呢我有开一个新的 page， 这样等下我会 post 那个 link， 我就希望你们可以帮我去 set up and like 一下我的 page， 然后可以的话就帮我 share 一下。非常谢谢你们，因为我真的是我的 Facebook 已经被 delete 第三次了，所以我真的是觉得好无言啊，好无言啊。还有就是如果你们因为我收到很多 message，OK， 很多 message， 他们就问我姐姐为什么你的奶头可以这么 pink color 的，
你到底是用什么样的东西。那么如果你们真的是有兴趣的话呢，你们就 WhatsApp 我，你们 WhatsApp 我，然后我就会发给你我用着的那个产品，然后你要给我买的话就给我买 OK， 因为我买的都是一 set 的，我自己卖的都是一 set 的 OK。 它这个一 set 是什么？是给你奶头 pink color 的 OK。 你一定要整天涂，就是不是整天，就是一天一定要涂一次的。为什么呢？因为啊，好像我们涂 lotion 这样，我们每天都要都，为什么我的皮肤都很滑？因为我每一天都有涂 lotion 啊，这些保养来的，所以那个也是保养品来的。所以呢，奶头的颜色呢，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这么 pink color， 是要养出来的。所以呢，我现在用着这个，我大概用了两三个月，所以是非效果，你们自己都有眼睛看到的啦。OK， 我的 video 那个，自己抹来抹去那个，我的奶头又小又 pink color。所以你要坚持的去用，你大概第三天第四天你就马上可以看到那个效果 OK。 你会可以看到，你的奶头的颜色会慢慢浅一点，然后就慢慢拼，一定要养出来的。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要买那个什么那个这个 pink color 弄奶头粉红色的东西呢，你们可以直接 DM 我 OK， 然后我就会发价钱给你。我这边一大堆鲜货，不是开玩笑。还有就是哈，有一个是最，我觉得真的是很好用，就像刚有一个锁害酸民，就让别人讲，哇，你的洞这样松，当然啦，男人那里要你 ，excuse me， 我的洞是相当的紧，为什么？因为我有用这一个产品，那个产品呢 ，OK， 它是一个水来的，它是一个水，然后呢，它是全天然的，它不是，它可以放进嘴巴吃人，你知道吗？所以你就讲是不会死人的。然后啊，它是有 KKM 认证，它是跟这个奶头是一 set 的，你知道吗？是一 set 的，然后它的价钱是399块。那一个呢，就是可以令到我为什么这么自信？我妹妹啊，你来修，你现在过来修，完全没有什么你们讲了，我臭那个鱼的味道啊，这个那个这样子是不会有这样子的东西的 ，OK？ 为什么？因为我都在用。我在用这个东西，我用了两三个月，我真的觉得非常的好。它是一个水，很小罐的水来的，然后呢，它就会要放在我们的妹妹那一边 ，OK， 它是挤进去的，它是水，你知道吗？它不是 gel 啊那种，因为 gel 呢，你要知道，你走进去里面呢、啊，它会卡住，因为里面皱褶太多，所以它会卡住，然后就会。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成分来的，所以我是坚持不会用胶的东西放在我的就是妹妹那个洞里面的 OK。 这个是一个保养品来的，然后呢我会每三到四天用一罐小罐的，每三到四天，所以我才会讲为什么妹妹紧，为什么妹妹没有那种鱼的味道啊？你知道我真的是爱美到很极致的那一种人来的，然后啊他又可以弄到我的妹妹哦，很紧的哦，他弄到妹妹很紧，他是马上有效果哦，不是跟你讲，你要用一个月够才有效果，我跟你讲，这个真的是马上有效果，你如果要跟你老公做爱啦，然后你就给他挤哦，你挤啦，然后等一个15分钟啊，我跟你讲，等下你老公肯定感觉得到不一样的感觉，因为很紧，你妹妹真的是很紧，而且哦，她那个奶头pink color的跟这一个妹妹的一 set 的，你知道吗？399块，真的是很抵。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呢，你们可以直接 DM 我 ，OK， 直接 DM 我，我会迟一点点回复你们 message。还有就是，它会令到我的妹妹很多水，也就是说。for 那一些做爱然后没有水 ，sorry 有点粗鲁。for 那些做爱啊，然后妹妹没有什么水，每天很干 ，OK 的人，你们一定要用这个水，因为这一个是一个保养品来的 ，OK， 它可以令到你妹妹比较紧，它可以弄到你的妹妹没有臭臭，因为这个臭臭啊，你也是要叫你的男人跟你这样狗喝水一下的嘛。然后这种东西我们一定要保养的，还有就是。它会令到你的妹妹变到比较多水，这个是真的，因为我用了两个月多，我有泡友了吗？这样用了过后，然后那个世界就是这么的美好。
情趣用品，这个不是情趣用品来的，这个是一个保养品来的，是我没有想要卖的，可是我就一直用哦，我因为我的人很爱美，每天都涂 lotion 啊，涂 skin care 这个那个，所以我就买来用哦，然后我用用下哦，哇，那奶头真的很拼哦，然后就很多人问我，姐姐，我想问一下你，怎样令到我的妹妹比较紧，怎样令到我的妹妹比较 pink color， 我的奶头 pink color， 哎呀，真的很多人问哦，我直接跟那个卖我产品的那一个人，我就跟他讲，哎，你拿那个货全部拿过来，我就卖咯，因为这么多人问吗，我就直接拿来卖几好，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直接 WhatsApp 啊，不是 WhatsApp， 直接 DM 我就 OK 了 ，OK， 多少马币？399块一 set 的 ，OK， 那个奶头 pink color 那这么大只可以用很久很久的，它不但只是给奶头 pink color 罢了，好像我们这种啊有点黑黑的地方啊，然后这边大腿那些有点黑黑的，你可以拿来涂，我跟你讲它是很滋润的，又滋润又滑，我就很像我刚才跟你讲，颜色一定要养的，一定要慢慢养出来的，而不是马上涂然后你马上有那个效果，是不可能的，可是你三四天你就可以慢慢看到你的奶头变得那个颜色比较浅啊，然后就慢慢慢慢 pink 了，我是养了两个多月，所以我的奶头很小然后又很 pink 了 OK， 还有就是现在很多人问我的东西 OK， 就是这个灯，这个灯呢等下我会 post story， 你们喜欢就是自己要买的话呢自己 swap up，然后自己去买这个灯，这个灯是我一定要非常的推荐，因为我自己本身很喜欢这个灯，超级无敌喜欢。等一下我先把那个灯关掉 ，OK， 就是这个东西，看到吗？这个很简单罢了。嗯，准备好了吗？哎，我去关那边的灯，丢，它会不会黑黑的？等我啊，所以这个呢，如果你们没有那个 link， 你们也是可以直接 DM 我 ，OK， 直接 DM 我。嗯，很美。哦，这个也要关。你们看啊，它黑黑的，关到完全 ，OK， 很黑吗？然后我转过来，啊，黑黑是不是？然后你看啊，我用这个 remote， 这个 remote 啊。很容易的，它可以完全把挡灯，你看我一按，看到吗？哇，是不是很美嘞？然后又听着我喜欢的那个钢琴的音乐 ，Oh my god！ 你们要是有兴趣，直接 DM 我，或者是看我下一个 story， 我会 share 那个 link 出来，你们自己 swipe up 去买，因为我觉得这个啊真的是很梦幻哎，我把大边的灯也给它关掉先，这边的灯我也给它关掉。然后黑黑，我跟你说真的，看到吗？哇哦 ，OK OK， 这个窗帘没有弄好来。我试过，我买过很多个灯啊，没有一个像这个这么舒服的，其他的全部都是那个 disco 的灯，可是这个呢是整个 you know 啊，很舒服。我要放好来先，我要这个也关掉。啊，看到吗？所以你们有兴趣直接 DM 我，或者是直接我下一个 story 我会 post 出来，你们自己 swipe up 去买，而且才200多块。然后我跟你讲，它这个灯真的是很舒服，它会自己一直变颜色，或者是你不要这个闪闪的，你可以换，你看，你可以这样子，看到吗？或者是你要你就按回去。全部都是用 remote 就可以了，做爱都爽，这样的环境。对啊，我跟你讲，我的房间啊是租的、哦，我的家是租的。可是啊，我来了，我秀我的脸。OK， 我秀我的脸呢、啊，OK， 所以也就是说，这种调情的东西啊还是什么，我是最厉害，我是真的很在行了，不是开玩笑。所以呢我要去开那边，等等一下。I'm coming. Hi.
为什么租房？哎，不是，我不是租房，我是租整间家下来，因为我现在在 build 在我的公司的户口，明年才可以买我自己的家。所以如你看到只有气氛，你知道吗？我真的是这种啊，搞情调啊，情趣用品啊，跳蛋啊，我跟你讲，紫色跳蛋，你 match with 这样子的灯 ，OK， 那个灯，然后啊，你再 match with 我的紫色跳蛋，哇，我跟你讲，然后你再配上那个 pink color 奶头的，然后你在 before 要做爱的前15分钟，直接啊，用那个水啊，我跟你说，你的世界真的是会很美好的，你要知道。这一辈子啊，我们不是只是用钱来生活，或者是成为钱的奴隶，你知道吗？我们这种有的情趣是一定要有的，不然的话会很 boring 的。就很像我跟我的 ex boyfriend 是做爱不超过10次的那种，所以是很糟糕，糟糕到一点情趣都不会有的，所以很累的。这种普通的情趣维持呢是一定要的嘛，所以如果你们要买紫色跳蛋啊，狗喝水神器啊，香蕉棒棒啊，飞机杯啊，你们都可以直接 DM 我，然后我会给你我的 WhatsApp， 你直接 WhatsApp 跟我下单就 OK 了。然后至于那个灯呢，就是该的那个灯，你们可以直接 DM 我，或者是在我的 Story， 你们按进去等一下啦，你们按进去那个 Story， 我那边会有个 link， 你们直接在那边买就 OK 了。还有就是你们要买那个 pink color 奶头 pink color 妹妹啊，大腿内侧那种黑黑的，你们都可以用。然后也给妹妹紧紧的，它是一 set 的，它不是讲要分开，是吧？它是一 set 两个，一个 pink color 给奶头 pink color 的，还有一个就是给妹妹紧啊，没有味道啊，还有就是给你很多水的，这个是真的。OK， 我做爱的时候，人家都会觉得怎么会搞这么这么多水的。当然是有秘诀的啦 ，OK， 所以那个你可以直接 DM 我 ，OK， 直接 DM 我都是现货的，今天你汇款，明天马上发货 ，OK。你有没有想过要请助理帮你处理东西？哦，我已经有三个助理了，哈哈哈，我有三个助理的，我真的是太忙了，所以也不想把就是。时间花在小的事情，所以我是一个可以做大方向的人来的，所以我都是需要助理，所以我已经有三个助理，目前三个助理，一个超级无敌管家，就是我亲爱的妈妈，她帮我管完了所有家里的大大小小的事情，还有就是我很冷啊，冷气冷到一下子我关掉先，冷死人咩，鸡蛋糕，还有就是那个什么，还有就是我有一个司机，这个司机呢就是在我可能喝酒啊应酬一下啊还是怎么样，所以不然的话大多数的时间我都是在这个房间罢了，还好我的房间够大间。你在哪里？在你心里啦，可以现场喷吗？肯定是可以呀、啊！你有没有 subscribe 我的 OnlyFans？ 没有啊，没有你要求这么多做什么？烧皮了你！How many of you are using Google Translate? I'm so sorry. 哈哈哈！嗨嗨，哎，没有问题问我吗？你们？怎么还没有问题问我的？可以看一下你的浴室吗？可以啊，不过要等一下，我去把那个毛巾过好，因为我真的是，不想给你们看到。什么鬼？来了，我来了。IG 的 live 真的很美啊，好像整个仙女讲啊。OK，
男生也可以拼拼嘛，男生当然要拼啦，你讲什么？我们可以选一个 pink color 懒觉跟一个黑黑懒觉，我空难方式选 pink color 那一个，就很像你看到一个黑的奶头跟一个 pink color 奶头，如果你在做选择的时候，你一定选 pink color 的，我们女孩子也是一样的嘛。 OK， 这个就是我的浴室，这个花是一个小孩子送我的，然后这边就是我化妆的地方，我开开一下。 OK， 这个就是我的镜子，然后这就是我每天做运动，然后做运动，然后这个是镜子，我真的很喜欢我屁股，看到吗？我屁股真的是很翘，然后香水啊，然后哇累死我，然后这些口红啊，然后这种有的没有啊，这种啊 OK。 还有就是很多人问我，哎，你的头发怎么可以这样美的，就是这个，哎呦，它的镜头像很萌这样 OK。 我用 Dyson 的 hair dryer， 然后我是用这个 Airwrap， 这一只东西呢是这样子插住了一下子 OK， 它是这样子插住了，所以呢你们就可以在那边弄卷那个头发，这个东西啊真的很好用 OK。 哇，来巴沙马拉嘛，要拉尔比啦 OK。 然后呢这个就是我的浴室，就是浴缸哦，十年都没有泡一次澡的人。还有就是镜子哦，就这样子吧哦。然后这边就是洗澡的地方，有一个有两个，所以如果你让我开心的话呢，然后这边就是衣橱，然后这边就是一大堆有的没有的衣服啊，真的很多，我真的太厉害买哦，太夸张了。这样这个我已经介绍好了，这个我不会了吗？这个啊，钢琴这样我还不会，所以迟点才show给你们看啦。然后啊，我的鞋架。我的鞋架就是在这边，很多名牌的鞋子，然后也没有什么东西哦，那就这样子吧哦。没有水怎样洗？什么鬼哦？当然是有水的嘛。我发现厕所有你的毛，你不用发现，我跟你讲，我很老实跟你讲啊，我这除了头发跟眉毛、眼睫毛、鼻毛、耳朵毛，这样吧哦。我全身上下都没有毛啊，我都 laser 了的 OK。 所以你不用跟我说我看到剪剪的毛，很难放，不可能发生，我也没有带男孩子回来的。如果你真的是那么厉害啊，可以弄到我带你回家啦，你会非常的幸福，因为我从来都不带男生回家睡觉啊 OK。 小姐姐可以问问你的年龄吗？我不会回答你这个问题的。房间做了多少钱？我自己装修啊，因为这些啊全部之前来是没有了，这些厨啊，然后这个厨啊都没有了，然后这些灯啊，这个架子啊全部没有了，全部是我自己的钱了。我跟画还有这些这个镜子，还有这个镜子，这一些全部都没有了，花大概三四万吧，差不多四万块，对，差不多吧，我也不是很记得、大概就差不多这样的价钱。可是我很开心啦，因为我租到自己想租的东西嘛。很多人讲这边一定属黑的，这边你要帮人家装修，你就讲。可是我要在那边待到明年六月诶，我要在那边待到明年六月，你要我住在一个我不喜欢的地方，我是绝对不想住，怎么说，我是绝对不会想要去将就，因为我觉得钱真的不是一切，你知道吗？我觉得钱是可以买到快乐，然后我是怎么说呢，我有底气，我不开心我就花钱哦。这样，所以周末我一直说我要很就是本事赚钱啊，还是怎么样？这样至少我要的东西我都可以自己
满足自己了嘛，而不要去选择哎呀没有关系啦，人家的家不用装修，我是 no， 因为我就24小时我就待在房间，我待在房间我怎么可能会去将就耶，我要一个很舒服的地方，所以就没有办法。还有就是我要谢谢我的 friend， OK， 我的 friend 很好，送我一个 Lego 的这个，而且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你看他真的是很给他可以哦，他可以哦，整个弄到那几系列，你知道吗？哇，天哪，我完全不会去装，可是真的很帅，我真的很喜欢。我一看到的时候，我就跟他说 ，Bro， 可以给我吗？他就 OK 咯，真的很帅，我真的超级无敌喜欢，谢谢他送给我，然后就还有其他的 fabric 啊，还有更多的还没有来到，要多一两个星期才可以到。This is stupid. Yes, bye. 正能量，OK 啦。要怎样变得更有钱？这个是一个大方向，你要自己设定好，然后你要真的是很努力。我本身是非常努力，非常无敌的努力，去想办法怎样去赚更多的钱。我绝对不会去想怎样才能变有钱，肯定要努力啊，你不努力怎样就会有钱呢，是不是？而且我意念很清晰的，我永远我的目标啦，我都会放三年过后的东西我一点都没有去想。很多人讲他们觉得我没有想未来， but it's ok， 因为我永远就是三年，我一定是set 好三年的 target， OK， 明年要买什么，要 achieve 什么，然后后年要怎样，然后再大后年是怎样，过后才来再 set 吗？你自己都没有把现在的东西搞好，你怎样去把后面的东西给我讲？五年后我会怎样怎样？谁会懂 ？At least 你把这三年搞好 ，and then 你就会变得更加好。你变得更加好，你就会怎么说？你就会再更上一层楼，你的思维都不一样了嘛？这你就会。在 plan 过后的东西，为什么一定要 plan 到十年过后可能都谁够走啦，还想这么多，是不是？最后最近看了你的 Q&A， 喜欢上你的认真哦，直爽，谢谢。 I love you baby， I love you too。 妞，我来了， Hello， 你很能干，也是被一些经验啊经历啊教训啊调教出来的， OK。 三餐都吃什么？我一天只是吃一餐，而且我都吃鸡胸肉、牛油果、花椰菜，然后就吃一些很健康很咸的东西，然后总之就是鸡胸肉，因为我练我的屁股，我要给我的屁股比较翘，所以我每天都是去做那个 squat， 不是开玩笑，真的是很累。等一下讲一下，我关了 live， 我也是要去做一下 squat。我人就是很奇怪，我就是要达到我要的东西，我就会去吧，我管你们呐、啊，什么男朋友跟我讲分手，拜，伤心到男人这样天天哭到脸这样都拜，我肯定不会为了爱情而牺牲我的事业，因为我觉得感情的东西是最最冒险的投资，所以我好想去马来西亚啊，哈哈 ，Crazy man， 哈哈，好想你耶，鸡胸肉吃太多不会啦，我现在就是要健身吧嘛，然后等我一切好起来过后，我的身材变得比较好过后呢，我就会有一两天可以大吃大喝。现在我连咖喱盖啊、拿吃了麦啊、麦茶都不能吃，什么 Hokkien 米，我的 staff 在那边吃，我在那边，哇，你知道我的口水直接流到我的胸部，我看不到啊。Can someone tell us the language? I'm speaking Mandarin. Good night, good night. 很好的人生观，肯定啊。如何奋不顾身做一切？
什么东西奋不顾身？其实很多东西都是意念来的，就是你的 mindset， 你一定要怎么说？你一定要跟自己说，我是肯定可以做得到。很多人都会讲，希望你可以实现明年的目标。我会跟他讲，不是希望，是肯定。因为我从来没想过失败这两个字的，我从来，因为我很相信吸引力法则，所以我从来想东西，我就是 OK， 我可能有些东西是很冲动的做东西，可是每一个事情都会有它的问题的啦。Why not你做了先，才来就肯定遇到问题不解决咯，好过你想一百年你都没有去执行，你知道吗？那执行能力太差太弱的话就不能，所以我都会只会跟自己说，我要的东西我写下来。我每一天都跟自己说，我一定要做到这个目标，不然后绝对不要停下来。所以 it's all about mindset 咯，你要自己的思维要理清一下。有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完全都不懂，然后给人家讲几句就动摇这样子。所以我很，然后有些更死，他跟我讲他要创业，然后他跟我讲还没有钱怎么办？找钱啦，难道你要我借钱给你，还是去打抢银行把钱给你是吗？我真是别打喊着呢。你没有钱你要创业哪里一个先，你肯定要解决没有钱的问题先，你就去，不管你借还是怎么样都好，你就一定要去做啊，变到有钱钱才可以创业嘛。所以我真是赌啦，我就每次都收到这种问题我都不要回答他们，因为我都不懂要怎样回答他们，我不可能这样屌他了吗？啥的咩？可是我在直播就可以屌一下啦，是不是？我要跟你去 gym 了，我没有去健身房哦。现在我每天在家自己练 yoga， 自己做 squat 啊那些吧。我把 OK 啦 ，so far 是每天都还不错。嗨，你好。北条。该你来哈，咩嚟嘅？钱都是拿出来的。你去 gym 应该是给什么鬼？没有问题要问我的咩？嗯，没有咩？我过来找你，不能啊！我做 gym， 就是我在我房间。做运动，我是裸体的，我是 totally 裸体，连内裤都没有穿来做运动啊，是非常性感还是蛤蜊我就不懂啦。但我在房间就完全内衣内裤什么鬼都没有穿啊，走来走去的每天，所以啊我做运动肯定是裸体。 So 你觉得我会给你来咩？ Can you send your OnlyFans Can why notI send you now, or maybe you DM me, I will send you the link out, okay? Do you like the BBC? 我问了很多次，不好意思，想问涂奶头需要按摩吗？还是随意涂？我通常啦，就只是会挤一点点，然后这样子弄吧。弄一个做一下子吧嘛，做一个可能30秒还是一分钟这样子吧嘛，这样你都觉得麻烦的话，这样你的奶头就等于你不是 pink color 咯，这个东西你就是揉一下这样子就 OK 了的。所以你们要是有兴趣的话呢，可以直接 DM 我， OK， 直接 DM 我，然后我会完全搞定给你们，因为我 ready stock， 我有 ready stock， 明天就马上可以发货给你， OK。Hello, hi, hi, hello. OK, 我现在留我的 WhatsApp, 你们有任何的问题，要买灯啊，要买飞机杯啊，跳蛋啊，要买那个给奶头 pink color 给妹妹紧的、啊、全部 WhatsApp 我就可以了。OK, 我现在给你我的 WhatsApp 放在这边。跟那个中国男的怎么样？没有进一步？有啊，我们都很 close， 而且我发现中国男人好像很疼就是女生这样子。我跟他去吃海鲜，他还一直吃虾剥给我，现在又剥了十多次给我吃啊，真的是很好，真的是很好。然后又一直拿鱼啊什么东西给
不是开玩笑的，这个男生，然后重点是他是一百亿哦，啊，他又是自己做生意的，极好啊。可是我目前没有要谈，就是 you know 没有要谈那个284-7120 WhatsApp 0122-84-720 OK，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我这个号码，我可以pin上，就是闲哦 ，cannot pin 了，等一下我试一下看。看到吗？我的 WhatsApp， 他有洗手吗？他就算没有洗手，我都吃啦。人家这样有心，你搞笑，还要嫌三嫌四。我的人呢，本身就很感恩的，我就是很会感恩，所以我才会有今天的这一切。人做什么东西都好，都不要觉得理所当然，都不可以觉得啊，我就是美女。我就是你把我剥虾，可是理所当然的，他可以不用帮你剥壳的，你知道吗？所以我做任何东西，就连上天给我的机会啊，还是什么样东西，我都会非常的认真，然后会非常的感恩。嗯，18-16 cm 够你爽吗？其实你们不用太在意那个长度还是怎样啦，因为我跟你都见不到面的嘛，所以就算你20cm 也不关我的事，你知道吗？你都弄不到我爽。可能你啊22cm， 可是你的脸啊完全是打不累把盖啊，你以为我要你咩？你以为辣椒长就马上可以追到我咩？不是的嘛，对吗？你看人家把我剥虾壳，怎么我也没有讲我马上喜欢马上要谈恋爱，没有啊。Hello， 嗨，来上海我让你爽，你搞笑，我还要坐飞机去上海，然后还要去给你屌，你搞笑吗？你怎么你是谁啊兄弟，你是谁 ？Oh my god， 我看到有什么问题，我看一下，可以看粉嫩素吗？你的双眼皮很美。我双眼皮一个深一个浅的，可是我觉得是没差啦，因为对于我来讲。人一定有一点瑕疵才是人的嘛，所以我就不喜欢做到整个哇紧到那个双眼皮厚到，然后鼻子是高到，我又不喜欢的我。最多同时和几个男人做爱，什么鬼？多人运动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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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我没有的，我一定是一男一女的。我只是喜欢看 gangbang 罢了。How I can join OnlyFans Club？ OK， you can DM me， you DM me first， then I will send you the link， OK？买飞机杯 ，OK， 你们要买飞机杯直接 DM 我，你们要买任何东西还是要什么直接 DM 我 ，OK， 可以跟我朋友讲生日快乐吗 ？Happy birthday to you, friend。请问你有玩 Clubhouse 吗？明天会玩。屋子多少钱租金？我这间屋子5000块，每个月5000，然后要那个。还要还那个400块，是我除那个草的，每个月帮我除一次草，然后还有就是洗游泳池，每个礼拜就是每个星期他都会过来洗那个游泳池，所以他就算就是5400块。男生可以用吗？男生可以用啊。还有什么 ？So do you eat roti canai? Yes, I love, but now I cannot eat.I only can eat chicken breast. Miss DWP Mo. Miss, yes, 我很喜欢，我跟你讲，我真的是要感谢我的上一任男朋友，因为是他带我去 DWP Go， 我就觉得 Oh my God， 我原来 party 是这样爽，因为我从小到大都没有去过那些 party， 我都不知道原来这样爽，真的很爽，不是开玩笑，所以我真的很喜欢。每一天早上起来啊，我就是做运动的嘛。我每一天早上一起来是我就开 party 歌了，你不要给我开那么 emo 歌啊，什么鬼我不要了，我就是要什么罢了。主播现在还有什么梦想没实现吗？我有很多梦想没实现，然后明年我要买家，所以一切都在准备当中。对。主播会想要提升语言吗？我有尝试，因为而且我有很多洋人朋友，我们都讲英文，可是你要我在大众这样子讲，我又讲不出来，我也好无言啊。
blah blah blah. What is your favorite food? KFC 咯 KFC fried chicken. Why are you so beautiful? Thank you. Want to see your 公仔 Okay, sure. Sure. Why not? Okay. 我的公仔不多啦，很少不了啦。就很少而已，因为还有很多，我、还有六字啊，六字这个 beverage 还没有来，还有三字大字的 beverage 还没有到货，然后到时候我就给它摆咯。然后这一个呢是一个西班牙帅哥送给我的，太感恩了，就是我的情人节礼物。然后 Iron Man 这个公仔也没有什么啦，就是这种，它因为还有很多没有来货。还有很多没有来货。嗨 ,hello,hello,hi。你住的屋子什么 area? 哦、oh, 在 KL, 我只能这样讲吧，我不可能把我地址讲出来吧，太危险了。嗨可爱谢谢。Party 里有 Party Boy 吗？我不需要的，我觉得啊，完全我可以一个人去 enjoy 都没有问题的，而且哦，肯定会有人来搭讪的嘛，这么漂亮，虽然讲不是非常的美啦，可是我觉得还不错啦，肯定会有人来搭讪的嘛，最好是一些洋人啊，还是怎样，我就更 OK， 哈哈哈，笑死我。Hi, hello, 飞机杯有 offer 吗？我的飞机杯从来不做 offer, I'm so sorry. 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要买飞机杯的话呢，我以后会更少平台卖，所以你们有什么直接 WhatsApp 我 ,OK? 直接 WhatsApp 我或者是直接 DM 我的这一个 inbox, 然后我才什么 ,OK? You are so beautiful. Thank you.林尚金不用 deck 他了，他是我的 friend 来的 ，OK？ 我不明白哦，怎么你们会想到我们两个在一起这样子哦？哦，也是很好的，可以搞一下新闻，这样给你们讲一下，哇，几开心！How are you? I'm good. I wish I understood you. I'm so sorry because my English is a bit weak. That's why I cannot speak here.Look like you are in some, what? Spoil rich boys love then. 哈？什么意思？就讲我给人家包养还是什么？如果你是 KFC, 你怎么能有这么性感的身材？我现在没吃了，我现在已经停到完所有那些非常油腻的食物。我现在就是吃鸡胸肉吧。我一天就是那么一餐，我这一餐呢就是下午的时候吃，吃了过后呢花椰菜、牛油果、鸡胸肉、鸡蛋，就这样子吧，一天一餐，然后每一天我都会喝一瓶燕窝，就这么简单。你的眼睛好美，是不是充满故事的嘞？我看到按摩棒，哪里有？我收起来了，我的宝贝全部在这里的 ，OK， 全部在这里的 ，OK， 几多你知道吗？你看几多、啊、然后哦，我今天用了这个紫色跳蛋，所以没有收好。我刚才用罢了，太好用了。所以我跟你讲，我真的很喜欢紫色跳蛋。我都不明白，做什么啊？那些男人做爱的时候啊，都不要用跳蛋，你知道几爽吗？你知道帮你省了多少多少时间啊，多少麻烦，你知道吗？这紫色跳蛋金在十一笔好用，姐姐，你这个其实算不算断食啊？我也不懂哦，因为我也没有去理的啦。其实我也没有去理。我的口红啊，有人问了，我现在去借给你们知道，因为很多 Q&A 你们就会问我口红啊还是怎么样。然后我是用这个 Armani 的 Armani 300号。OK, Armani 300号，还有就是擦了这个是做 base 的嘛，然后呢我就会用这个 YSL, 把我已经忘记什么色号了咧。
哎，有哦，04 YSL 零四，然后去搭中间这样，看到不是很性感？是不是很爽？几时嚟香港玩啊？唔要啦，唔系而家都出唔到国啦，系嘛？紫色跳蛋多少钱？紫色跳蛋价钱200多块，可以用到你死的那一刻。因为我这个我用了很多年了，我已经用了，我已经换了多少个男朋友？我换了5个男朋友啊！哦，我是第二任才开始用的，换了四个男朋友，然后我又有泡友啊。因为现在啊，我确实是有这种 fling 了的。现在，因为这样转一周末，这样整周末输得极惨的嘛，每天没哭到男人这样，真的是废柴了。然后啊，换了几多个，你知道吗？换了这么多个了，我还是用着我的。灯紫色跳蛋超好用，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要购买的话呢，直接 DM 我或者是 WhatsApp 我 ，OK， 直接 WhatsApp 我下单就可以了，现货很有限 ，OK， 因为我都比较懂多货了，现在 WhatsApp， 直接 WhatsApp 我下单 ，OK， 丢嘞，是有点难，还不能并 comment， 7120。012284 OK 284710 OK， 或者是有任何问题直接 WhatsApp 我，我不知道你们有看到我的 comment， 我的那个 mess 那个有问题直接 WhatsApp 我就可以了。你要问任何东西，飞机杯跳蛋啊，问什么那个灯啊，要搞浪漫的灯啊，要给妹妹紧啊 pink color 多水啊，要给奶头 pink color， 全部都可以直接 WhatsApp 我，我可以直接给你 set 掉 ，OK？ 我是几乎是一条龙服务，因为我真的是很享受做爱，就是给自己很放松。这样我怎样把它提到更高的那种感觉，更有质感？每个人都喜欢仪式感，每个人都喜欢精致化的嘛，所以这种东西我们就是一条龙服务。除了我自己不卖，其他东西姐姐都可以一手跟你包办到完 ，OK， 明白吗？请问东马包都包邮吗？是哦，东马都是包邮寄哦。姐姐有吃甜食的吗？一天一餐的话，我只是喝燕窝而已。现在我连任何的甜食都没有吃，因为我要保持我的身材，因为我要做 OnlyFans， 然后我的 OnlyFans， 我有 member 了嘛，这样他们付钱了，我就一定要对得起他们。所以，我的 OnlyFans 其实真的是很有诚意的，所以呢，我一定要把我自己练得很好看，然后身材很好。才可以对得起我的粉丝，我 OnlyFans 的special VIP， 我 OnlyFans 的 special member 或者是普通的 member， 所以我很感恩的，所以我就会很努力的去达到你们要的那些要求，你们要的那些观感啊，你明白我意思吗？所以我都为了做好我的 OnlyFans， 我都会不迟的，我都。真的是讲 cut， 我真的是完全 cut 到完啊！对，我就是要很努力的。所以你们想要知道我的 OnlyFans 的 link 的话呢，也可以直接 WhatsApp 我，或者是 DM 我，我就 DM 你，我就会发那个 link 给你，你自己去 join 了 ，OK？ 你就会看到什么是粉红色的奶头啊！可是你一定要成为 VIP 啊 ，OK？ 你没有成为 VIP， 我是没有这么容易 show 我的奶头给你看的 ，OK？刚刚才看你的 OnlyFans， Thank you。OK， 很多人问啊，我要怎样成为你的炮友？什么鬼？这样容易咩？我又不是那种随随便便，你知道我找了几多吗？你知道我 feel 到了几多人，我才找到一个炮友，不好知道吗？现在，所以，你们不用抱太大希望啦 ，unless 你真的是我。真的是可以按得到的，我觉得 OK 了，要按不到的话怎样哦？所以你们不用问太多泡友的东西了。再加上如果你们的 size 尺寸真是有点抱歉的话，你就买一个健身杯回去，把你弟弟操到比较 OK 一点，然后你才来问我这个东西咯。不然我跟你讲啊，你会讲我陪洗那种懒觉小的人，可是我觉得我的条件很好啊，对，我肯定是
要选，如果我是男的，我的条件很好，很优秀，我肯定也喜欢选胸部很大，奶头 pink color， 屁股大大的那种女孩子，然后漂漂亮亮的那种女孩子，其实都是一样的嘛。我觉得我自己都不差，我不可能要将就你的，哇，只是成为炮友吧我。然后我还要将就你的13 cm 还是怎么样啊，我肯定是不要的嘛。所以你问我炮友什么条件，肯定是 stamina 要很好啊，高度啊，还有是尺寸啊，肯定了的嘛，就这样子罢了咯。然后我讲了，那你就讲我现实，我真的觉得 oh my god， 现在人是太难服侍了。 speak English， sorry cannot speak。原来马来西亚华语夹杂进多广东话，我们马来西亚不是太正宗，可是我们有我们的味道 ，OK。都看了你的影片，好看，谢谢，太感恩了。进了怎样成为 VIP？ 你们要直接在 message 我 ，OK。所以有时候你们要看 message 的，里面有些 video 啊，有些照片啊，然后啊，你可以直接在那边找我。因为 OnlyFans 里面的 member 没有非常多的，所以呢，我都是自己亲手去 manage 里面的 message 的 ，OK。我自己亲手去回复你们，所以呢，你们有任何不明白还是怎么样，你们也可以在那边找我聊。我不会像其他的这样子，一定要你给小费我才会理你啊，才会 message 就回复你信息。我不是那种这样现实的，其实我是挺感恩的。所以你要在那边找我聊天，我还是会陪你聊天。如果我真的是有空的话呢，我就会陪你聊天。因为 OnlyFans 里面的那个message。不会非常多，所以我可以 manage 得到。然后还有就是最近我新开了我的 line， 所以我希望你们可以 follow 一下，你们可以直接按进去我的 story 那边，你们按进去你们 swipe up 就可以看到我的 line 的那个 link。 然后你们可以的话，我就希望你们可以多多支持我一下哦。 OK 啦，我要去休息啦，就这样啦，希望你们早点睡，然后有什么任何不明白还是要买任何东西可以直接 WhatsApp 我，如果没有我的 WhatsApp 的话呢，可以直接DM 我，然后我明天才回复你们 OK。 谢谢你们到现在还陪着我，爱死你。讲关哦，我真的很手嗨，我找不到那个 button，等啊，我看一下，因为我真的是很惨 note 哦，真的很 note 哦。在哪里呀？啊，将关丢嘞。因为我连那个电视机也不会开的那种人，看一下你嘴巴厉害。当然啦。林尚进 ，Oh my god， 我的小男朋友来看我，嗨，尚进小哥哥，想念你了，OK，good night，bye，OK，OK，OK， 我看到button了，so high到哪两张？哦，这里。